快了吧你俩？锦鲤桌子拍烂了，我杵在手上了已经。什么歌？谁唱的？听妈妈的话。周杰伦。回答正确。你们就可以撤了，没镜头了。啊，那我们就没有镜头了。啊，对，结束了，这个回去吧，这环节你们就结束。那给你俩点镜头，我俩替你出去。子怡姐，平时你的孩子都听你的话吗？我是基本上都会尊重他们的想法，但是在营养的吸收方面，我一定是要他们尊重我的意见。我去过飞鹤在齐齐哈尔的工厂和牧场，飞鹤有自己的产业集群，怪不得说飞鹤呀更适合咱们中国宝宝的体质。飞鹤是国品之光，很多妈妈都跟我一样选择适合中国宝宝飞鹤奶粉。所以说这个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了，因为60年的大品牌了嘛，说不定大家小时候都喝过。我们也欢迎妈妈们啊去微博参加飞鹤王牌妈妈话题征集活动，解锁超级福利，还有飞鹤特意为你们准备的一个特权，你们将获得一把自护伞，可以让你拥有自护盔甲免遭淋雨。他们这么贴心，不仅保护宝宝还保护我们大宝宝。你需要的时候一定拿给你，只能用一次啊！谢了，高兴坏了。你错了，你要相信杨迪的实力。咱们就不要这个，扔出去。不，剩余三组继续听歌。我匆匆地，子怡姐获得答题权。妈呀！南屏晚钟，南屏徐小凤，什么？回答正确。林姐，哎，你看看人家子怡姐这个格局。好了，接下来王牌家族内部将会产生第一组被淋水的队友，请听歌。什么呀？女人花。花花获得答题权。女人花。梅艳芳。不是。啊？怎么说的？就按咱的剧本来的。哎。快点把伞用上！怪不得把伞给我。真舍得用吗？还是还给子怡姐？此时不用，更待何时？回答是。回答正确的，开始惩罚。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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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哥，把子怡姐的伞给你吧。这个一点都没用。哎呀，这个真没用啊！怎么还反而把水都聚到一起了？妈呀，感觉那个水都成一个水柱了，从那上面流下来。接下来，马上进入听歌接歌词，以家族为单位了。啊。以家族为单位，这嫌弃我了有点明显了。以家族为单位，我希望某些人不要拖后腿。说你呢啊，玲姐那么爱你，她也一样，点该点的你说点的你，请出歌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。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集中。腾哥答题权。是不是不是啊？啊，光负责抢啊！集中曾被爱的舞。和你前面跟着唱是咋那么欢是吗？三。集中被爱过。二。集中曾被爱的舞。一。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集中曾
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。回答，回答正确。还笑，皮姐还在笑。别笑，被你开心吗？不是。情商不正。不是他在哪儿找着个盆儿啊？月月，这什么盆儿啊？哎，刚才就放那儿了，放道具的。有盆儿。我们还有三道题啊，这样小宋啊，跟小童换一下，替你姐姐挡两把。对，在你生日的时候也该承担一点。要不要替哥哥挽两把？准备好，请听歌。让我们一起摇摆。你给对了。对这个。我们都不问。姐，如果你答不上来，都不问。咱都别，都别，让他拿。羞辱子怡姐。让他拿，让他拿。姐，小宋，答题权。不是说好了一起羞辱一下子怡姐吗？是吗？哎呦，对不起。对呀、啊，说好的子怡姐答案，小宋。啊，让给子怡姐，让给子怡姐。小宋不懂事儿。子怡姐能答出来吗？不如此刻让，不如此刻让我们尽情的，不如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们试着唱一下，会不会觉得字数有点多了呢？没多。不如此刻让我们一起尽情的摇摆，不如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，就是这句话。不如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，确定了。不如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。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的。错误，错误的。所以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一起摇摆，不是不如。哦，这个。这是小宋刚想说的。是啊。月月打出去三米远。这破色用我这来。看月月，月月好像刚追完燕子。燕子没有你们怎么活呀、啊？燕子，燕子，你带我走吧，燕子。我的伞呢？刚才你自己打飞了。给了那把破伞一个嘴巴。哎，我儿子天天听这首歌啊。还有两首歌啊，所有人做好准备，请听歌。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过活，让你更寂寞，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，花花，你想飞伤痛我背，没错，没错，确定吗？伤痛我背，我背都行。你背错了就只弹你行不行？我背行，他背就让他背吧。错了只淋你，我背，你背，我背。话撂这儿了，今天我背。那小宋可以下来吗？只淋你一个人，不是，那你就。不是你立，不是一个座，一个座，这是一个座。腾哥，我背，肯定对的，我背。小宋，下去。啥呀？说啥呢？回答正确，回答正确。你还真下去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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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玩呢。最后一首歌，好想被零啊。哟，知道了，哥哥姐姐们会送他一首。好嘞，不光送，哥哥还会陪着他。上头我背，我背都行。请听歌。我在唱什么？你会吗？会这首歌？太冷门了吧！接唱，成哥获得答题权。啊，压根儿不会。Happy birthday！ 花花会吗？会也不说。来吧，小宋生日快乐！小宋，小童的预言成真了。他说：“腾哥一定会薅你的帽子。”我让他感受一下将来被抢帽子的痛苦。Happy birthday, my brother！ 我们恭喜一下，这轮虎口脱险最终获胜的是王牌加总。Yeah!